周杰伦17日在新加坡开唱，也是他的世界巡回经过3年后重启的第一站。周杰伦在演唱会中，其中一 part 的演唱组曲，首先唱了张惠妹的歌曲，更难得演唱了19年前写给蔡琳的歌，让全场歌迷都惊喜不已。当荧幕上打出蔡琳的名字和歌名，周董一开口唱歌时，满场粉丝都纷纷兴奋跟着大合唱。这段演唱会影片在网络上曝光后，也让许多网友都激动直呼，真的是看哭了。这首歌除了是周杰伦帮蔡琳制作外，当时周董还在这首歌中现身。不过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周董都没有唱过，这次在演唱会上久违演唱这首歌，让歌迷都觉得超满足，纷纷直呼看到的人真的赚到了。